给娃换上超酷的皮裤套装开箱视频之前，已经出了看简介。拍视频的时候我忘了是竖还是横屏，所以这条视频你们自己三指旋转看吧。我实在是没有想到在外景可以怎么样拍，所以这回就在家里自己搭内景拍一下。这套衣服真的超级帅气，就是疑惑到底怎么样给它戴上那条黑色的围巾。这个毛是我自己改的，手推波材质，有点像牛奶丝，我20块从海鲜市场里捞的，全程不用脚架，让你们看看这个被我嫌弃的龙浑身可力还是不错。给你看看我怎么样，假装窗户外有光。而且我发现这样子他的手关节比较自然，但是感觉是要坏的节奏。Take my heart.